韭黄炒蛋。韭黄洗净切断备用，鸡蛋刻开，加盐半勺打散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油温烧至七成热，倒入蛋液，翻炒成型后盛出待用。锅中留底油，放入韭黄，翻炒至断生，加入炒好的鸡蛋，翻炒均匀，放入盐半勺，鸡精半勺，拌匀后即可出锅。